继续来关心的是 Coco 李玟，回味三年，她现在要出新专辑了。第一个通告呢，就是要上张飞的节目《综艺大哥大》，而且要唱的是她过去走红的歌曲，让台下的观众都觉得相当过瘾。回来了，上综艺节目主打新歌前，先演唱的是当年红透半边天的情歌，让六年级生无限回味。第一个通告，李玟选择给综艺大哥大张飞，让飞哥心情好得不得了，只说实在很有面子。当时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呢要对他特别客气啊，因为一看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李玟啊就是非池中之物啊，今年那时候还没有胡子。对，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头发。不，有开玩笑。出道超过十年，李玟一度淡出演艺圈，这次重新出发还特意瘦身了7公斤。他说造型一样前卫大胆，绝对让大家耳目一新。中央新闻副台肖湘莹台北综合报道。